恭喜恭喜，又发大财了！再快乐的周末，讲再多啊，都是假的啦！啊，因为何氏突发性的利空，这大家都不愿意看到，都假的。投资朋友，全国会员，今天你手上满满的获利，那才是真的啊！你会不会在今天跟全家人出游的时候，吃饭也好，游玩也好，人要来收钱的时阵，哎，别这样啦，大盘大跌171点，算我便宜一点，你也知道，套牢很难过的，人家会不会理你？不会啊，人家还是要跟你收新台币啊。今天天气这么热，各位，你晚上吹的冷气会不会因为台电今天大盘暴跌了171点，台电跟你讲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我电费少跟你收一点，那我 call 你。2月5号，当天大盘暴跌198点，我请你回补空单，我请你全力做多。这一路以来，我帮各位创造了全国最惊人的绩效，5263的智威，智威很好玩啊，各位。智威昨天打到，今天打到跌停板。今天智威的走势非常非常的有趣啊，等一下有时间来跟各位报告。这波大涨了646点，我在4月7号8876点这边，我告诉你。这一路全力做多以来，我是第一次在全国的公开媒体告诉你，这个地方你要放空了，请你多空双龙报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要在4月7号，请你开始放空？讲到底啦，老师这人就是鸡婆啦，我真的很鸡婆啦，为什么？我说8876点 ，maybe 不是大盘的最高点，但是很多混水摸鱼涨上来的股票，它会领先大盘见到高点，你同不同意？你也同意啊？这个就像啊，我觉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。各位，你今天在路上走路啊，如果看到哇一台拖拉机迎面而来，结果这边这个老太太，这个妇人，她没有看到拖拉机。你会不会去推他一把，或者是拉他一把？相信我，你绝对会的。因为我觉得收看这个节目的投资好朋友都是很善良的。当你去推他一把或拉他一把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对方当下的反应一定是觉得不舒服。哎，你推我干嘛？你拉我干嘛？我赚的好好的，在8876点，你叫我放空干嘛？但是事后，当拖拉机哇呼啸而过，当拖拉机这么弄过来啊，先生谢谢你，何老师谢谢你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啦。为什么我在4月7号选择开始叫你要放空了？因为我看到美股领涨的 Facebook 也好 ，Tesla 也好，从高点都已经大跌了将近20个百分点了。我说这个正式进入美股定义空头市场当中的基本条件，也就是从高点下跌了20个百分点。我做的任何的 decision， 任何的决策，我有凭有据。涨到了9002点，各位，刚刚好一个礼拜以前呢、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大盘涨到9002点。我说这一路走来，我们的多单的绩效，让很多人觉得眼红了。所以，当我在8876，当我在9000点，请你来放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觉？今天礼拜五、礼拜一到礼拜四，
多少人在攻击这个节目？千万不要放空啊！这个地方好好赚啊，赶快买股票啊！各位，这些话语是不是还在你耳边回荡着？千万不要放空啊！那些多头好，那些空头好可恶啊！你还记得吗？上个礼拜我跟你讲什么？我说请你将多单获利调节了，空单请你赶快出手，多空双龙抱才能让你幸福赚到宝啦！我说这一波你也赚得够多了吧？美食也好，金达也好，智威也好，精卫、宇峻、玉泉、雷虎，我一定要守护到你的幸福啊！甚至我连空什么股票涨停板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我有没有跟你玩躲猫猫？有没有跟你玩捉迷藏？当礼拜二的时候很好记了，22号外资连22买啊！我告诉你什么？很多市场上面的阿孙会看到外资连22买，哦，大盘绝对不会大跌，透懂啊！有外资在后面当垫背，阿孙会安尼想啦。我在全国的媒体讲什么？我讲了六个字：阿孙，你莫这单纯呐，莫去让人看起啦。别人都叫你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，千万不要空啊空啊空啊！结果我告诉你，卖呀、啊、卖呀、啊、卖呀、啊，空啊空啊空啊！到现在谁对？晨起又跌停，晨起又跌停，连结又大跌。我还告诉外资连22买背后的糖衣毒药是什么？8年前外资连30买，结果大盘后来崩跌1200点。礼拜四我说外资连24买喽，你看好哦，阿孙，你现在都有发财啊哦。唯心论当中最重要的黑格尔。德国的哲学家、唯心论的教主黑格尔，他说：“人类从历史上得到的教训，就是人类永远不会从历史上得到任何教训。”听起来有点绕口了，意思就是人类是一种选择遗忘性非常快速的动物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觉，每次只要到高点的时候，都会有人跟你讲：“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。”以前涨到9000一万就跌下来，这一次绝对不一样。他有没有按照事实来说话？我再讲回来，今天4月25号，外资还在买超，哎，奇怪，大盘怎么崩跌了171点？这一路以来，我们关键性的动作是什么？4月7号在这边，9002上个礼拜五在这边，到今天果然暴跌，完全命中，全国所有会员再度狂赚，因为你手上满满的是空单。这一阵子以来被别人的攻击，我觉得我一笑泯恩仇啦，什么事情我没看过、啊、我只能讲，当大盘在高点的时候，你绝对非常兴奋、啊、你听到有人在放空，你一定觉得不舒服啦，怎么有人来泼你冷水？但我只能讲，我节目现在做到全台湾最多，广播也好，电视也好，老师是摸着我的良心在做这个节目的，在跟你讲这些话的，而且我怎么讲我就带领全国会员怎么做，这是我要来跟各位报告的。因为我当初4月7号我请你开始放空的时候，我当初怎么讲的？各位你去调我当天的节目带出来听，我当天跟你讲说，你看到大盘的现形，你绝对以为是多头架构啊，
绝对有人跟你讲，这现在多头架构，你不要怕，拉回都是买。但是我说，如果当有一天大盘跌下来的时候，大盘也才跌2%，也才跌3%，各位你注意哦，大盘这几天跌了3%而已哦。我说，但是很多股票可能到时候已经跌了20%、30%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砍不砍？我当初有没有这样讲？现在呢？你有没有完全印证？我希望我开这个节目是帮到最多的投资朋友，所以我摸着我的良心，我按照我的专业在做这个节目。可能当下你听到你不舒服，觉得有人在泼你冷水，怎么有人推你一把，拉你一把？但是事后你再回头看，老师谢谢你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上个礼拜五，我请你调节什么股票？上个礼拜五，我请你调节什么股票？910801的精卫，没错吧？上个礼拜五吧。精卫现在跌停板，我就不讲了。有买有卖，那才是真获利。3141的金鸿。哎，当初在多少钱？25.95哎。各位，你看一下金鸿现在多少钱？21.95哎，差了4块钱呢。顶礼拜五在家了。6243的迅捷，哎，涨上来大家都有，好神奇哦！我告诉你，请你涨停板。获利出清，21.95。现在迅捷多少钱？你自己去打。4529的长尾，礼拜二涨停板，我还跟你讲，我带领全国所有会员又获利喽，8根涨停喽。现在长尾多少钱？你自己打。我认为一个分析师的品德啦，在于什么地方？负责的态度，创造您一生的财富。8105的邻居，我有没有因为我在涨停板放空，结果锁起来？我跟你玩躲猫猫，跟你玩捉迷藏，没有。我拿放空邻居的三大理由，我知道这档股票全市场很多人有，我希望你事后来做印证。我希望你有邻居的赶快都卖掉。当初有合适的争议吗？也没有啊。为什么邻居就跌了？邻居跌跟合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真的不懂哎。大盘才跌3%，各位邻居到今天12.2跌停锁死，21%了。大盘趋势有改变吗？我相信现在还是会有人跟你讲，大盘趋势也没有改变，还在上升轨道，又开始拉一条线了。你的股票赔了21%了，你卖不卖？如果有人能够在15.6告诉你他在挥关刀。哇，你看到节目，我关刀之王何老师在放空邻居，哇，那我要赶快卖，恭喜你，你毫发无伤、啊哦、我要跟着何老师挥关刀，我要多空双龙爆，恭喜你，你大赚。同亨47块，补在45块，新日光，不都是这样吗？大跌空单调节，大跌空单全数回补。2402，一家。我说我空单当中唯一一档没赚的就是一家了。这个时候又回到了。那字卡很多，好吧，有点难找。等一下再找了。来，当我空一家，再空，关刀万家香，小蝶。当一家被嘎到涨停的时候，一个分析师的品德又跑出来了。我有没有跟你玩躲猫猫？有没有跟你玩捉迷藏？我跟你说什么？负责啊，
的态度，才能创造你一生的财富啊！我空单每一档都赚，只有一家没赚。当一家被高到涨停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我还是认为 FPC 的新技术，那根本不是新技术啊！我也不觉得他申请专利会过、啊。又高上去，跟你讲爆天量，你千万不要去追四万多张套牢。哎、欸，每天上涨，我有没有跟你玩躲猫猫捉迷藏？我说不给面子，金价不会要抿住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面子是人给的，励志是自己挣的，是自己赚的。打跌停。品德跟专业，下半段节目让各位看看，在今天大盘暴跌了171点，我为全国会员创造了什么获利？我们做了什么动作？下半段节目跟各位做报告，进广告。在生活中，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。打喷嚏时用手帕掩口鼻，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，减少病菌散播。预防疾病传播，请注意咳嗽礼节，并保持手部清洁。是你习惯把自己封闭了，而不是这个世界封闭了你。尝试着走出来吧，离台北不过20分钟的海科馆特区，不只有山有海，还有一个樱花秘境。公寓的价格，别墅的格局，天地辽阔，视野无尽。优活台北村 Part Two 樱花树，02-2469-611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，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。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最忌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劲够好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波纹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我说我每一次推出一个企划案的时候都有我的用意了。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请各位一定要来多空双龙报？我还特地跟各位讲，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一张股票都没买，我请你卖卖卖之外，我还请你空空空。结果那些叫你全力做多的人呢，
昨天又带你砍在没有尊严的地方，今天又带你砍在没有尊严的地方，无 dignity 的所在啦。看到股票涨停就去追嘛，看到跌停就去砍嘛。四个字，情何以堪啊，我够艰苦的啦。看一下真获利好不好？不要讲合适啦，不要讲支持啦，不要讲赞成啦，不要讲停建啦，不要讲续建啦，把获利拿出来啦。309是连结，哇，老师你又空涨停板，差一点啦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啦，现空现赚爆天量，我要空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，37块多，哇，瞬间跌了快 10%， 干掉做肥料。10:03，全国会员对时对价涨上来，老师好强，你要被嘎空，老师又要涨停板，我再空给你看，38.7啊！存善心做善事，好事绝对会发生的，又赚了，我又赚了，我又再加空哦，还没赚好不好？再加空啊，还记得吗？4月24号再加空，37.3，37.2。我又大跌了，我老是那家伙坦啊，是啊，3094的连结，我说很多穿戴式的股票，它的价格远远超于它的价值了嘛。深科连深科啦，创捷啦，所以我就卖供啊。我跟你讲一家，我跟你讲连结嘛，又大跌了。我不晓得有的人的侧标会不会又偷偷要换掉了。什么时候空？哎，什么时候补？什么时候再空？什么时候再加空？今天跌下来，这是3094，连结，没扯吧？哎，全国所有会员没有枕边，没有预喜，没有特别，没有玛瑙，没有珍珠，全国所有会员只有获利才是真的。重头戏，2425成起。当初空的时候啊，有会员还跟我讲，老板、欸、不是老板啊，老师啊，我朋友叫我200万要买这一档股票、欸，我说你千万不要，你有200万那很好，200万去放空这一档股票，好事绝对会发生的。我还跟你讲过晨起的秘密有没有？欸、不赘述了好吗？我七彩虹入股晨起，就在我们空完的隔天周末的时候，晚上8:30发的新闻，欸，结果奇怪的是，公司开盘也不跟你澄清，盘后才跟你澄清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完全预告，完全命中，全国会员要完全赚到啊！不然就变成空包弹部队啦，关刀慈不慈悲？七色彩虹变成黑白彩虹，再度狂跌，哇，舒服啊，跟邻居一样啊，跌得比邻居还多啊，刚刚好 ，one week 一个礼拜暴跌20%，狂喝，全国所有会员空单全数回补，200万你去放空，一个礼拜40万，老师，这个关刀有没有很慈悲？我有没有看股票跌下来跟你讲要小心、要注意、要留意？弱者恒弱，没有。我在它创新高、历史最高点，我告诉你，慈悲的关刀出手了。每一档股票都是啦，连结也是，连阳没有连阳啦，好不好？连结也是嘛，邻居也是嘛。我把图放大了，上个礼拜4月18。今天4月25，2425晨起，空单全数回补。今天多空双龙报的专案会持续的为各位来做开放，讲再多都假，只有获利才是真的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往主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，找到无限的机会。
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拨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。透过线上测验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踏入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。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小玉，要不要出去玩？小丸子，不行耶，我要照顾爸爸。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，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，没钱付医药费，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，我该怎么办？赶快去找法律扶助基金会，有律师会帮你解决问题。全国预约专线02-6632-8282，法律扶助，安心扶助，司法院关心您。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武林高手，为什么他们都是武